为什么说台湾人没有让我失望？这些都是什么神仙美食呀？Life is good. Doris. 这是今天的鹅老板。没错，是我本人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今天来吃鹅肉了。昨天晚上突然很想吃。本来我想去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阿成，因为他太有名了，居然有5252条评价，还能高达4.4分。整体不见胆啊！哎，但是他太远了，我又好饿。我就来到了一家。阿成，我小成。小成鹅肉，听说是淡水区挺有名。你挺随手。台湾网友的一致好评，赞不绝口啊！看得我也是好心动啊！哎，这不就来了吗？鹅肉米粉和鹅肠，就是我的神仙搭配。先尝尝汤头如何？还是灵魂汤底必加的油葱酥。哇，好鲜甜，把鹅肉浸泡在汤汁里，米粉也是毫不吝啬的给。哎呀，我咬到了自己的舌头。嗯，真香，好吃哎。鹅肉鲜甜却又软嫩不柴，嫩啊，为什么炒不掉？来吃鹅肠，葱蒜姜丝和豆芽搭配鹅肠，再蘸点这个酱，那味道怎么这么好吃啊？简单的美味。鹅肠的 Q 度和脆度都正好，被鹅油汤给润着的米粉，还有激发味蕾的油葱酥，果然 ，Google 推荐的没有错，确实是雅宝装好店。跟着台湾网友的前进的步伐，很推荐。一份简单朴实的快乐，往往来自吃不腻的古早味。古早味就是最好吃的。我要一碗。还没吃够啊。我要一碗鸭肉米粉，不要米粉。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姐来吃鹅肉米粉，谁知道她却爱上了这个汤，所以她就让老板给她加一点汤，没想到老板就是同意了。来了，鲜榨鹅油，随手一撒的油葱酥，没想到一次又一次唤醒舌尖的味蕾啊。怎么说呢，就真的很好吃，反正吃过一次我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。我又一次对 Google 评价刮目相看，推荐没有错，我真的爱上鹅肉。更要感谢这些值得信任的朋友们。我这个人啊，有时候就是很容易相信你们的话。有人说这家好吃，那家也不错。来了，老弟，猜猜这是哪？捞面摊，台北的向东泰式料理。我还以为已经不是饭点栏，人会少一点，谁知道一座难求，要先点餐付款才可以拿号码牌。真的想吃到这个泰国正宗泰国料理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哎，真的太不容易了，我们拿号码牌还要等这么久。别人碗里总是最香的。终于到我们啦。这样的摊子招牌一般都设计在店门口吧，走在店里真的很有东南亚的感觉。萨瓦迪卡。泰式猪肉炒冬粉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。我想给它整饭了，它里面有猪肉，然后还有蛋。我实在好饿，不管了，先吃了。真的有点难咬啊，好不容易扯断。味道是真的不错呀，但是和冬粉纠缠不清，后来决定直接一股一股塞进嘴巴。这个冬粉好好
起来是不是他们的泰国船面？捞面摊因为太火爆，早有听闻。只要是我以前懒得高兴来，其实我们上礼拜就想来，但是上礼拜天是休。凑的不巧，礼拜天是公休。酸酸辣辣真的太好吃了，我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每一根都裹满了满满酱汁，有点像泰式咖喱冬阴功大杂烩，还有那股韧劲，谁都学不来了吧。有个性，我喜欢。吃到一半我就特别想去泰国，现在去泰国不是就不用隔离的吗？我真的很想去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酸酸的东西。是不是酸酸辣辣的，一吃又上瘾？我要吃光光。光盘行动从我做起。果然台湾人还是没让我失望，这么多朋友强烈推荐我， Google 将近4000条评价，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。所以跟着台湾人的节奏，即使排队也是值得等待。我这个人啊，有时候就是很容易相信你们的话。有人说阿贝去吃冰，这家 CP 勾，我要去吃冰了。这个又是藏在我最爱中山捷运站附近的一家小店，我吃抹茶，他吃铁观音。我想要吃我的冰了。这一碗真的超级大呀，铁观音对吧？它不仅卖 rice， 而且还有 ice。前方高能！我错了。这个手工白玉汤圆真的好大颗，好软 Q 啊！哎呀，别！我现在下面都是奶酪，吃这个冰真的像挖宝一样，每一勺下去都是惊喜啊！好好吃啊，这奶酪，奶香味很足，有点像化的太快了，熟悉的味。如果我再不抓紧吃，他吃不着我就睡了。猛炫，好好吃啊！今天天特别热，30多度，特别适合吃碗冰。他们家咖喱饭也很好吃，嘿，这次还是他们家的，一个人一盆。又是我们大狼姐，继续吃了，不跟大家说话了，不然他化的最快。我不想试着喝水了，拜拜。这个奶酪就是一个字，绝了！你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跟着你们的脚步寻寻觅觅，希望永不踩雷。